你们队友啊！哎，你们队友啊！我是哪一路去啦、啊？我是凯撒吗？最强的凯撒路是谁哦？最强的我不知道，最弱的我知道。来，我选这只最弱的。我们来在逆境中成长啦，好不好，各位？最强是谁？你问我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最弱的我很清楚，就是这只角色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角色有什么屁用。至少这个角色我拥有全部的造型啊，各位。他其实很强，你疯啦你！那你肯定是疯了才会说这种话。维罗很少出现，所以大部分人对技能组不熟悉。这是什么？确实啊，你这样说确实也是有它的道理在，对不对？嗯，没错没错。起码大家对我的技能是不熟悉的，连我自己都不熟悉啊！连我自己都不熟悉，谁能熟悉？对不对？太有道理了，你说的太有道理了。干嘛啊？我不想脚闪了。两只吸起来，吸起来，太神啦！拳头够硬，别人才愿意跟你讲道理。太神啦，这都能反杀 ，double kill。哎，队友怎么又死啦？2-3。别怕，各位，我能 C， 因为我是民族英雄。我操！哦，踩圈圈！敢包踩圈圈不踩哦，白痴哦！鸭子漂亮漂亮啊，太神啦！维罗神啊！不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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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太猛了我。这一波优势是谁打出来的啊？嗯，就是我民族英雄啊！队友死光了、哦，哪尼？我操！我操！啊，只换掉一个，我操嘞！请求集合。嘿嘿，千金难买我乐意。请求集合。相当漂亮，这只是谁？他已经惨到有人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怎么有人挂了？队友啊！
哎、欸，你们队友啊！干，队友一个都没收掉哦！我感觉我很猛哎、欸，你没有觉得吗？我觉得我很猛哎、欸，但怎么？好妖嘞！你给我看戏啊！我的经济是不是有点低啊？完蛋！哦、fuck！哦，我一出来是死，一出来是死，烦欸，真的在睡。迪亚克出这刀子，杀鬼！不行，我们不能输，我们不会放弃的。有没有料啊？这盘，别打、啊，没勇打得过吗？我操！输出啊，兄弟！给他死，给他死！可以哦。直接控死他，看到没有？干！哇，这被占尼尔跳到也太低端了吧！兄弟呀、啊，兄弟呀、啊，开什么玩笑？正义魔龙，完了，队友炸开！哦，无言呢？在干嘛？哦，秀成这样可以输，我吐了。哦，秀成这样可以输，哎，凭什么？天理不容，天理不容。